啊，雖然佢係一隻放置 game 啦，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推圖嘅話咧，咁都要撳呢一度啊，挑戰首領嘅。咁但係成件事咧，其實就相對上比較簡單，因為我覺得佢難嗰位咧，其實唔在於係打 boss 嗰下，而係你本身係砌技能啊，同埋揀職業嗰下咧，先係要技巧嘅嚇。咁所以我覺得打 boss 咧 part 咧，其實都算係比較輕鬆，即係都比較啱一啲係如果生活忙碌，例如我咁嘅人咧，就會比較適合玩。为了部落，我叫 MT 经典再现，今日放置开团。